累死我了！你跑啊！你个臭婆娘，跑啊！你别过来！你不是很能跑吗？你不是很能跑吗？你跑啊！前面就是河，你敢跳吗？你给我过来！我求求你，你就放了我吧！放了你？为什么要放了你啊？我花了这么多钱把你娶回来，我要放了你，我才脑子有病呢！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放我走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钱？老子缺钱吗？啊！老子娶你啊，是让你给我生儿子的，是让你给我传宗接代的。那我给你钱，你不就能再娶一个了吗？好啊你，不听话，不让你不听话。你给我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不走，我走，我走，给我过来。好啊你啊，竟然敢偷跑出去！ 这次要不是我回来及时，就被你跑掉了。你敢跑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打我了。我今天啊，要让你长长记性，让你跑！我今天啊，好好收拾收拾你，让你长长记性。我求求你，你别再打我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要是再有下次，腿给你打断。 这么热的天，追你，追得我都累了。吃过倒水去，在这待着干嘛呀？快去！臭娘们儿，哼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出去喝酒呢，你在家里把卫生给我打扫好，哪也不许去，知道没？知道了。 昨天啊，我刚打过你，要是再不听话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知道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谅你也不敢，闪开！我让你跑，我把门啊给锁上。 水呢？臭婆娘，水！嗯，人呢？坏了！这臭婆娘把我给锁上了！呀！
怎么了？阿姨，我不是本地的，我是来这旅游的，被人骗了，他把我给卖了。那个人呀，整天不是打我就是骂我，还逼着我给他生孩子，我趁着他喝醉啊，我才逃出来的。阿姨，你救救我吧！哎呀，姑娘，那么可怜呀，你让阿姨怎么帮你？快说。阿姨，我想回家，你身上有没有钱呀？我想买张车票。我有，我正准备去买东西呢，给，这里有3000块钱，你拿着。谢谢你，阿姨，你放心，这个钱我会还给你的。还什么呀？这钱又不多，够不够呀？要不够的话，我回家再给你拿点。够了，够了，阿姨，你家在哪呀？我以后怎么报答你呀？哎呀，这钱又不多，报答什么呀？孩子，赶快回家吧。不行，阿姨，你告诉我你家在哪吧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，那我家，对，那就是我家。好，阿姨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谢谢你啊，赶快走吧。好，哎，你妈小心。好。哎呀，这多可怜的孩子呀，怎么能遇到这样的事情？哎呀，太可怜了。要不是那位阿姨救我，我可能都回不了家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来报答她的。哎呀，这老了真没用呀，这几天老是不舒服。哎呀，我要去买点药去。呀，怎么那么疼呀？哎呀，不行，走不了了。哎呀，该怎么回事呀？这一点也不能走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就当年那位阿姨说，她家就在前面。哎，那怎么也坐着一位阿姨啊？你这怎么了？哎呀，姑娘，你帮帮我吧，我准备去买药呢，这腿疼的呀，实在走不了了，你帮帮我，把我扶起来。来，阿姨，慢点。哎呀，姑娘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哎，阿姨，是你啊？孩子，你是谁呀？你认识我？阿姨，你忘了，5年前你给了我几百块钱，让我回家。这里有300块钱，你拿着。谢谢你，阿姨，你放心，这个钱我会还给你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孩子，是你呀。是啊，阿姨，当年要不是你帮我，我可能都回不了家。我今天是回来感谢你的。没想到在这碰到了你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孩子呀，我腿疼得厉害。这几天又感冒了，我要去买点药，这腿疼的呀，实在是走不了了。你这生病怎么还出门啊？你家里人呢？家里啊，就我自己一个人，我这无儿无女的，一个老太婆，无儿无女啊。阿姨，这样吧，你今天就跟我走，以后啊，我给你养老。不行不行，姑娘呀，我年龄大了，还生着病，我不想拖累你。阿姨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当年要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。这俗话说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你就给我一个报答你的机会吧。姑娘，这可是我，哎呀，阿姨，你别可是了。你看你都那么大年纪了，又无儿无女的，没人照顾怎么能行呢？现在就回家收拾东西，我带你走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阿姨，什么都别说，走吧。